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力仔。那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是天使帝国士的实况啊。天使帝国大概是大家小时候的回忆。久违的世代终于出来了。也是义不容缓的，要赶快抢先试玩了。那我们就开始新游戏吧。千年前，瓦尔克利王国与异世界在两境大战中击败了野心家毕纳维基，至今仍广为后世所歌颂着。在女帝维斯塔的英明统治之下，一度引领艾斯加大陆走向和平兴盛之路。然而时光流转，过往贤明的统治已经不在，王国的基石渐渐开始动摇。新任瓦尔克利女帝欲以军事力量制裁东大陆的新兴大国孟图，制裁行动招致了孟图王国的强烈不满，孟图领主遂宣布自立为王，两国之间形成了激烈的对峙，并将整个艾斯加大陆卷入乱局。战事仅短短维持了一年，并以停战告终。在两国停战之后，看似已渐渐回归平静，但事实上台面下的角力依旧频频。时序辗转来到一年多前，神秘的瘟疫突然在民间迅速蔓延开来，感染者会变化成毫无怜悯之心的嗜血狂徒，四处攻击村庄与生物，因此世人给了这个瘟疫一个名字，纳姆塔热。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境地挣扎时，一支专门收集并调查此类事件的纳姆塔调查队并由此应运而生。好，这是开头动画的部分啊。可恶，我们来迟了，这一带受到感染变异成纳姆塔的民众已经越来越多，看来真的很不乐观。中央军目前对纳姆塔热的病因和蔓延方式依旧所知甚少，难道我们只能选择牺牲百姓的生命来换取时间吗？尼亚，当初你不听我的劝告，执意加入调查队，现在你该不会是害怕了吧？怎么可能？有你和克里斯丁跟我同进退，我怎么可以让你们失望呢？我知道了，我会好好打起精神的。四周好像有异状。想不到潜伏了那么多纳姆塔。李欧娜，你该不会是害怕了吧？别开玩笑了，这种阵仗还吓不倒我。那就好，准备好了吗？一起上吧。好，这应该就是一开始的第一关了。大概看一下四周的环境了。车站角色选单，好，一开始只有两个角色可以选择，我看一下他们的属性。好，那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真是好，感觉开场蛮容易的，那我们就战斗开始。还有战斗教学。好，
蓝色、浅蓝色方块是可以行走的范围啊。好，三代是呈现六角形的那个行动方式哦，所以它会接触到六个面。那四代又回到了接触四个面的状态。好，大概是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那些一开始是尼亚的动作，刺激很。好，我们开始变公主。哇，这好像也太容易一点了。回旋斩。可以改变角色的面相。好，那回合结束，哎，结束。哇，这是战场结束，我还以为可以聊天。好，那我们回合结束吧。他可以反击哦。哎，一下，好，就骑士之护。而且补血增加抗性，攻击。哦，他这个是可以直线攻击。哦，他是三法术。哇，这个 boss 就有点强了。哎，好，结束这回了。哇，还会回血。能攻击哦。哎，差一滴血。那可以看这资讯。哎，
看不到那个经验值的部分啊。好吧，这样吧。达成哦，哦，他有评分的制度哦。这样下去，扫荡行动根本没完没了。纳姆塔一点都没有减少的迹象。没办法。内阁的决议就是持续扫荡纳姆塔，我猜他们目前也没有其他具体对策。他们根本不明白事情已经演变到什么样的地步。尼亚，嗯，尼亚，你看天上。那是流星吗？好像往拉朵纳森林的方向飞去了。走，我们就去看看。好，这大概是地图的部分啊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，可以先储存游戏啊。大概先出去。好，那这是什么？会有钻戒，就是好像他没办法用。它主线是。好像有主线跟支线啊，我先看一下。哇，地面都破了个大洞啊！看来是坠落在这里了。咦，在坠落点所在的地方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发光。尼亚，你做什么？我，好奇妙的感觉，看起来像是虚幻的形体，但这触感又很真实。先把它带走吧，我们现在可没有时间研究这些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已经被包围了。被包围了！哼，是瓦尔克利的渣子，解决掉他们，把东西抢过来。哦，看来又有场硬仗要打。哦，总算到了，克里斯丁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我发现一道从天而降的光芒，原本还想找你们一块过来调查，想不到你们已经赶在所有人之前抵达了呢。你来得正好，我们被梦土人包围了，想办法帮忙开个路吧。嗯，没问题。
是一样，也是三个角色强制出战哦。好，我们稍微看一下。这次有十个，好，那我们试试看困难条件啊。奖励条件是我帮无人撤退，然后击退逐梦兵长。好，那就开始吧。扩散设计，三伤害技，你先试试看技能啊。威的，结束这回。扩散设计
能通过击毙杀，可以旋转。我们结束这回合。可以看敌方士兵的资料啊。差一个，还好他不是远程。好，那只能使用回旋斩，也可以。是差一点，那就先这样吧。我先使用扩散射击。有点难打。
稍微补血一下。要回旋斩。再使用一次扩散射。啊，你俩顺利的剪掉 boss 的尾刀。好，关卡完成了。不知道这附近还有多少梦图的眼线，快离开这片森林吧。沿着溪流往北走，应该就能抵达王城外的住房营了。那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吧。出口就在前方不远处，这样应该能摆脱梦图军的追赶了吧。要论速度，大概只有骑马才能赢过我吧。等等，克里斯丁呢？啊，克里斯丁又不见了。那个大路痴该不会又迷路了吧？我们快回头找找。话说回来，他刚才能找到那里也真是奇迹。我发现一件事情，西蜜好像不见了。克里斯丁，克里斯丁，你在哪里呀？尼亚，你看，前面有一群魔物挡住了去路。糟了，怎么会在这里遇到呢？我看起来像是野生动物。是克里斯丁，他好像就在河的对面。不妙，魔物们好像也听到了。我们得赶快找到克里斯丁才行。没办法，只好一路冲进去了。看来这是一连串的战斗啊。好，那我们就好先稍微看一下战场资讯。哇，15回合内获得胜利。好，我们也是一样挑战困难啊。好，我们战斗开始。有时间限制哦，所以我必须加强脚步。哇，这伤害很高哎！
我们先对敌方采取攻击。如果是蜘蛛会使出远程的，骑士之火，是速度太慢了。哎，有宝箱哎。我看能不能先去拿那宝箱。他的图好大只哦。我们结束这个。这里布满了蜘蛛丝，我有种不太好的预感。小心点，进去看看吧。
哇，看起来好像是 boss。蜘蛛啊！听说最近森林里出现了一群凶暴的大型蜘蛛，说不定这也跟纳姆塔热的蔓延有关。救命啊！克里斯汀，救命啊！我最怕蜘蛛了。你别动，我们会想办法救你出来，解决掉这个恶心的大家伙。好，这次克里斯汀出战了，马上我们就去了，看一下战场资讯。胜利条件是抵御敌人攻击六回合，然后奖励条件是我方五人撤退，然后击退八次或以上角地蛛。好，那我们就战斗开始。好，那我们等他过来啊，那我们先结束这场。会再生的、欸。速度会高。哇，这 boss 出动了。
是先杀小猪猪好了。暴击！这个我我看来这蜘蛛是打不死的。那我们再看一下胜利奖金，哎，已经击退八只以上的小蜘蛛了。哇，现在已经六回合了。使用骑士之步，哦，也是这样。哇，被刺啊。哇，成功了，达成这个条件了。特别有这些蜘蛛一直不停地出现，根本消灭不完呢。蜘蛛群似乎被吓跑了，你没事吧，尼亚？我没事，小伤而已。你们看，那个奇怪的光球。刚刚是你救了我一命呢。喂喂，啊，他好轻啊。我们先赶紧离开这片森林吧。那我们完成了章节任务吧。好，那我们这段视频会先在这里告一个段落，谢谢大家收看。